外面上规矩的竹炭是利用着沿海回收的废弃的蚵仔粿来做成海竹炭，龙岩区农会透过着山海合作开发着制作商品，废弃不再生利用嘛，达到着循环经济的目的。而且回这回收的蚵仔粿来做成着这竹炭，龙岩农会开发着真济商品，有相当受到欢迎的这竹醋液，同时还有机械除臭包，还有饲猫需要用到的猫砂除臭粒。那我们就是活动内容就是包含 发表我们竹炭的新产品，那里面就包含我们的竹炭猫砂，那竹炭猫砂它就是有除臭的功能，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就是用废弃的锅下去做新产品，像是包含我们的竹炭的除臭包、竹醋液跟竹炭片的竹炭肥皂，我们就是用新包装好提升我们的竹炭的肥皂的质感。龙岩农会总干事表示讲，龙岩的菜地节将于23号来举行，农会特别把相关产品举行到这发表会，希望替活动来做点暖心。我们11月13号就是会有我们采竹节的活动，是在周六的10点，然后我们当天呢竹炭产品都有折扣，那另外还有满额赠的活动，那请大家与会吼，共襄盛举。你配合着龙岩采竹节活动，农会嘛推出着的跨国的回馈优惠活动，伊着系列商品的折扣优惠，抢攻着500元商机，全力要营销地方的特色。我们13号跟14号都会有，然后每天都有100个名额这样子。23号的这采竹节将伫龙岩的这竹炭故事馆头前举行，当天有精彩表演，同时嘛准备了在地红米餐甲酸辣汤，要来给民众做品尝。欢迎民众会当到场到老热。南天新闻台以下龙岩采访报道。